这边是 FF14 各档位测试，首先测试的是8瓦情况下打这个副本的感受。现在是 800PL 是中等画质，这个续航应该是在4到5小时，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刷副本续航。然后这边是网友要我测试的这个高压力区，就是这个水晶塔的这边的这个瓦数测试，是开的28瓦，先是800P 的普通画质，然后是800P 的高画质。实测的话，800P 的话只能稳定一个普通画质，然后我切到这个1600P， 结果也差不多，感觉分辨率不是特别影响，主要还是画质有区别啊。画质高的话还是比较卡的，毕竟这边人数还是很多。我这边推荐还是18瓦，然后正常游玩的话一般问题不大。18瓦的话性能影响也不是特别大，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。我这边开的18瓦跑这里也是个30几帧啊，我这边测试下来正常玩没什么问题。但是我手柄不会设置，我基本上这边都是用键盘和鼠标玩的。跑这玩下来6800还是很强的，我这边会继续测试游戏啊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，我们期待下期再见。